飞奇、宇翔、阿公、阿嬷呢，现在在欧洲最高峰少女峰。少女峰有3400多公尺，有没有看到好多雪？来，阿嬷，我们转一下，跟着转一下，好多人哦。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啊，这么牛，负责，啊，宇翔、飞奇，好多雪哦，在阿公阿嬷在少女峰。